我是首尔，各位春天到了，单身的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去年冬天非常的冷呢？没关系，有我在，你们的春天就到了。今天呢，就跟你们分享一个春暖花开的妆容，看到你就会想要谈恋爱的妆容，也就是我本人现在脸上的妆容。如果你没交男朋友，也不要怪我哦。我们马上开始吧。现在我已经简单的做好了打底，以及画完眉毛动作了。化妆呢，绝对不要拖泥带水，我们直接进入主题。春暖花开，让人家一眼就想跟你谈恋爱。散发出光芒的小心机，就靠这一颗。它是康氏美独家限定的，光看它的这个纹路哦，我的天哪！看一下这一块是用湿式制粉的方式把它压上去的，迫不及待来用一下。哇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光泽？有没有？我刚刚只是轻轻的沾了一下，果然就是湿式制粉啊，完全有没有？你看我的手，我湿在手上一下，哇，好像挺美的，很亮很亮。我来把它抹开看看，哇，延展性非常的好，推完全光泽。看看跟我这个右边暗沉的手来比，你的皮肤完胜欸，你知道吗？我先这样沾一点点，这里我会先这样子，然后往上刷。各位观众，有没有我的鼻子是不是瞬间跳出来了？有没有？哦，好亮，哦，超亮！哎，我的天哪，我刚刚是打玻尿酸吧？而且它是湿式制粉，所以呢，它上到脸上的时候，它不会产生一些什么粉痕或者是界限。我一刷上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呈现在皮肤的感觉很贴，它没有什么飞粉，我自己觉得。快点，你们欣赏一下我这高起的鼻子。眉骨的地方来说一下，是冲出来了，这颗点超亮。我跟你们说，打亮真的超重要，有没有？皮肤瞬间好一万倍。这女生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可口，这么的好呢？再看看我的右边还没打亮，是不是就少了一点光芒 ？OK， 这边就是暗沉。韩妞，韩妞姬1028，我真的是服了你，这个不错。你今天选的眼影就是粉色跟橘色调，今天呢来用这一盒。第一层上上去的时候，瞬间变温柔了。哦，这个橘好显色哦！点在眼尾的地方呢，就持续给它点下去，对，噜噜噜到前面，再来是眼头的部分也给它加一点。光是这样我就觉得有点楚楚可怜的感觉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？再选一个更亮粉红色呢，打亮在眼睛的中间，找个小刷子打亮眼头。我眼影的部分大致上已经完成，接下来呢，让眼睛再更加分呢，就是睫毛膏了。但是用黑色睫毛膏又会让人家觉得，你的杀气太重。如果你要让人家感觉到一种你很温柔，或者是你比较没有杀伤力，你就可以选择咖啡色的睫毛膏。在说睫毛膏之前呢，这一支我真是不得不推，因为真的是非常好用。大家如果看到这支粉管，应该不会太陌生吧？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它除了咖啡色的，我们请本人出场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美？放在化妆包里面多高贵？它的睫毛膏呢，就是刷起来很根根分明，重点是它可以越刷越长。而且我觉得它的睫毛膏的头非常的棒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很小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这个是黑色的话，那咖啡色的颜色大概就会像这样子。它的咖啡色是有一点点偏红棕色的咖啡色，所以它在上起来的时候也不会太淡，然后也不会太浓郁。在刷睫毛膏之前，绝对要先假睫毛。我现在眼妆其实没有什么绽放，或者没有什么电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一抹上睫毛膏之后，你们就会发现到，哦，整个眼妆都亮起来了。我先刷一层给你们看，然后我先把下睫毛也一起刷起来。我跟你们说，它这咖啡色真的很柔美。你们看一下两只眼睛，然后这一只是我刷一层的样子，我再刷第二层。哇，你们看一下刷两层的效果是不是差很多啊？左边跟右边，左边这里整个站出来，而右边还剩那种含苞待放的感觉。另外一边我也把它刷起来。我发现呢，画睫毛膏的时候一定要动作非常慢，然后你要轻轻的往上那样慢慢刷上去。你们看到后面那个眼睫毛侧面是不是很沉？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支画下睫毛 very 美，这支真的是我觉得刷起来特有感的，尤其是下睫毛，上睫毛也很有感，因为它真的可以越刷越长。哇，你们看我的右眼真的是非常夸张，是快比101还要高了。
你稍微等它有点干的时候呢，你轻轻的在这个根部再往上拉，它就可以越画越长。这就是这一支很强的地方，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，超美哦！天哪，我的眼睛怎么可以这么漂亮哦？天哪，受不了我自己。好，这是今天春暖花开的妆容，有没有很想让人家谈恋爱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很美？哎，柳先生，你看一下我今天化的妆，有没有让人家想谈恋爱？有没有再次爱上我的感觉呢？没有，没有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好啦，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妆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有任何问题呢，记得在影片底下留言给我，去我的粉丝团，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